歌手周杰伦12月台北大巨蛋的演唱会四场呢开卖就秒杀，歌迷哀嚎求门票，不少艺人呢也一起抢，像是五月天阿信就分享自己没有抢到票，歌手阿令也没抢到，更要他不要再问他到底有没有门票了。而另外和他情同兄弟的阿 Ken 呢，今天出席节目活动被问到此事，来听他怎么说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所有他身边的朋友或者工作人员都是被要了，就是这两三个月都一直被要，但其实你都还是只能透过正常管道啦。我的话他应该会说啊，那如果说有那个艺人朋友们他可能会邀请，那我们在等他邀请，哎，我们也只能等。那你说你真的要跟他要票，你说哎有没有票啊，可不可以买几张啊，他说哎那个哎公司有在卖啊，就可以跟公司讲一下，然后他就去打网球了。哎，基本上他都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一个心态。周杰伦，你真的是，你开个演唱会，怎么会把人家逼到下水道去呢？这样，我变成要呼吁周杰伦哈，请你在下水道也摆放座位。不是，没有啦，就是还有很多人去应征大巨蛋的警卫。警卫，对对对。阿 Ken 表示自己也抢不到票，呼吁周杰伦如果有开放艺人朋友区，一定要邀请他。听到这么多粉丝喜欢周杰伦，抢不到票要去下水道以及通风管厅。阿 Ken 也和周杰伦喊话，明年要再开演唱会，最好唱365天。没抢到票之一的安心亚与张立东也要求阿 Ken 把周杰伦邀来上节目唱歌，弥补这次没听到的遗憾。